脸皮单杀一克，看我的操作前期。A 小兵 ，W 小兵，后看死，太惊死了。脸皮单杀不了，兄弟们随便喷我，真的直接把月塔全杀了，太惊死了。W 站起来 ，A W 上，再一下，看着。我们还有跳没交的，还有闪现没交的，再把线处理完，他就没得玩了。每一把都是两级单杀对面中路，你们能在抖音能找到像我这种厉害主播吗？咱们打分的时候他也不算低的，打是个王者巨星的。我这台有闪现的，一定要果断一点交闪现。中单没有闪现的，我们会加补装备出来，待会再操作他。有会员群吗？没有了，我的群的话都没有了。过段时间再建一个吧，等下这些人命他再建一个吧。对，现在是赚了。你们开会拿只要98赚出去吗？哎，不要他吃兵，炮兵不让吃啊，不让吃啊。算了，杀不掉，炮兵不能够，伤害差一点点，他有盾，就打一个 A 要吃果子。这波他应该没回家，对不对？他要吃果子没回家的，我这边靠给他压力，走了吗？他如果回家的话，我们也能把线处理完的。然后再看上路，你看到没有？上路他们其实残血了，我们直接往上面靠一下，打信号。一些队友这波的话，我们靠了过来，他们可以放心的操作他们。我在后面的，白在后面的，是不是看到我了？走一下好不好？走一下了，白在后面的，走一下哥。注意危险。不到血再打，扫一下。走吧，不要管他了，艾克加不血了，把这偷拉出来。一套剑打了半血，我们三公他也偷了40金鸡。我们慢点啊 ，A 下，再一下。哎，上路开起来了。打过的话咱们就不要去了，塔下他们不可能越塔的。我们想上，德莱文加莉莉亚还是有点难度。压后压后，把他抓了。德龙德龙有闪现吗？德莱文有没有闪现，兄弟啊？OK， 回家出来直接无敌了。回家出来两个头，这边有眼的走远一点回家吧，有视野的这里。谢谢你的开的会员，谢谢啊，谢谢你开的会员，谢谢啊，兄弟们，点点赞啊，点赞已经快10000点赞了，你们大家感觉鱼打得不错，点赞支持一下兄弟们。电话版鱼人，脸皮单杀电话版。王者风光，白老师乱杀乱谁的？你们要玩小鱼的话，你们可以留在我直播间学下技术的。真的，我看我直播看个两分钟时间，你会发现原来鱼圣是这么厉害的，你会发现新的大陆。如果说包括那些你们打游戏是吧？你们，哎呦，我上不去分了，好难赢啊！你们可以改变一下玩其他英雄，这一次很暴力。Q 过去，黑跳一拉回来，就压过血量。有他这个技能啊，力压不能加技能伤害的，他会晕我，他有大招的。果断交闪现，收果子。这波我们在我前面靠，给他压力。他会过来吃小兵，对不对？我们压过血量，来看好了，三、二，他有 A 小兵，你知道吗 ？A 小兵跳过去压过血量，你看一下。没事，再拉 Q 过来，碰不到我。不着急，大招直接。甩过去啊！开大吧你、啊！不行啊，他有点肉啊。问题不大。哎，跳一八 Q 回来，直接处理完就回家。不要跟他打了，就回家补装备了啊！回家出来，我们有个巫妖了，先补什么？刚好是20分钟时间来得及，我们这可以接波支援团。史诗怪刷新，福袋的话，你们都参与福袋是吗？福袋都参与一下啊！谢谢你开的那个会员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兄弟们，福袋都领一下福袋啊！我真的感觉我在直播间发福袋没人参与的，我看别人直播间啊，他们参与福袋200福袋，直播间参与人1000个人参与，200福袋1000个人参与，我们发50福袋，应该四分之一嘛，四分之一的话应该有个。250个人参与，对不对？
我要求不高，只要25强强度我就很满足了，只要25强度我就感觉很开心了。我来了，要注意一下，他不服啊，不服是吧？天，我偷在传 W 你啊！危险！不过他不用管他们了，我们直接吃路程好了。诺索，你去中路啊，去中路吃，主要你想上的话，我就吃路程了。去中路守塔好不好？我去不了太远了。这样的话你会很难受的。帮我守中路，守中路，我能把他们一塔推掉的。能杀他，别着急，回家了咱们就不用回家了，我们先吃果头点血量先吧。我在路上，我看经济啊，经济没有领先的，年头算是领先，但是呢经济落后的，因为对面的话是一个中路一塔，这把的话证明后期我们也是比较厉害一点点吧。你操作比得过我吗，兄弟啊？你有操作吗？他没有操作，小沙有操作，小沙比他厉害多了。后期下一塔先吧。回家吗？不回家。别跳一拉就回来，再一下摆就上，回家出来就无敌了。3700经济回家一波。他开到的话，咱们先走一下，不要给他机会了。扫描现在看到我的位置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走了，拜拜。你们不要夸我厉害，兄弟们，你们待会感觉又厉害的话，你们把关注点一下，点赞一下就够了，好不好？把赞跟关注点一下就很，我就很满足了。不带的话，你们也能参与一下的。还有一分时间就开奖，你们看到了没有？你们都能领一下，看你们今天运气能不能抽到。你心情一重，兄弟们不要辜负我了，知道吗？加波血量，对，没事，还没大招，大手在那走，大招直接咬。哎呦，小扭位扭的好呀，没用了，走不了了，你跳一起走，落地一马，你咬力一下。再来，到大招的时候 OK 没有关系，我先走一下。我伤还没打满出来，这波少挨了一下，可惜了。超人也是，他扭的好，就扭的很棒。走吧，回家补兵先出来。回家补状态。什么？我可以开会员吗？那肯定是可以的呀。开会员的话，你们进入直播间，它有个 V 字，刚好现在也打一折嘛。你们开会员的话，开会员肯定可以刷礼物好一点。礼物的话，明天就看不了。那时候开会员的话，加入会员大家庭，你们是能发表情包的。叔叔，我看一下我的位置好不好？该打不打不打，那克上来了。在下路开大招了，不用管。我再说一下，你们弹幕在我这边骂我小傻鱼的话，我再直接踢了啊！警告你们，注意点说话，我不是小傻鱼，人家是有名字的，抖音小鲨鱼天花板鱼，两金单杀天花板，碾压了10000经济，居然只有6000多，来回家再补装备。这个话我们可以两个选择，第一个他在下路，第二个话直接去中路把中一塔推掉，但是在下路会好一点，因为奥龙他出了肉没有关系，我们伤很高，你也能秒他。我们这边有隐阳的，他没有大招，单招完了，注意危险，他肯定推我们塔，对不对？突然咬住 A 小兵，再 A 小兵，想出 A 打 W 跳一起走落地 1A， 隐阳他留一手吧，做后补上瘾，走不了他，别着急了。我靠，你还能跑呀？
赶紧跑，不然恐惧到我们。没事没事，能操作，把白色插。有大招，开大招，等跳过去，一闪过来，直接瞄你啊！400经济啊，还是大人头呢。闪现的话不要留着嘛，果断一点，不要怕浪费。我就认真问一下，直播间现在快500人对不对？400多人对不对？直播间有没有玩小人在我这边学到技术的，有没有啊？龙的话不要给他们，我们这哈是没拿龙的，没有优势。经济的话两千1000多是没有优势的。OK， 高原没有闪现了。还有盾呢，感觉龙拉不了呀，我可能会死掉这波。拿不了龙，真拿不了。我在路上。有隐阳吗？集合进攻，那是难决。兄弟们点点赞啊，直播间在位在座的每一个大哥哥哥大姐兄弟们，能不能把赞点一下，我们就差那个700点赞就10000点赞了，就差一点点啊。注意危险，注意危险，可以帮小沙一点点赞吗？先给大伙发个福袋吧，这个是个会员福袋，3分时间来拿增益。刚刚那个 A 姐说了，给人发福袋的话就不要给人发，我们都领一下吧，好吧，没事，我们这波的话能把上路奥塔给推掉，这波的话我能秒他的，不着急。QWA 跳一拉回来，魔血量突然先进的经济，这波也去刷了，给他压力啊，给他压力啊。我又零粉了，没有几个，没有几个，反一反二 ，A 打月下。这波还有我们进他们中路，进野区有野怪吗？有野怪，我看一下就够了。把这波看好了吗？这波操作我看好了，不要担心，表示一个，把你死了，只有你了，不打扰我，再往前靠，你压在后面是不是？还有更的，再秒一个，干你！不要怕，我能操作。没事没事，看好了兄弟，我能穿杀掉的。他力压是打野，他会进野区刷很 buff， 我们先把线处理好，给他压力。破盾先，闪现破盾。我靠，不好意思了，打不过。10000点赞了吗？兄弟们，福袋的话都参与一下福袋呀，会员福袋。注意危险！怎么这么卡呀？你卡的话，把那个画质调成蓝光，换成蓝光吧。塔的话能吹掉的。我现在已经快60装了的，我当带给他压力很大，但是呢我不能秒他，
因为他 IQ 有盾的，牛逼啊！我靠，坏了，出事了！今天直播收入我大概收入了80左右，今天收入80，花了60，我真不抠了。发起攻击！发起攻击！史诗怪刷新，提前集合。注意危险！注意危险！注意危险！集合进攻远古巨龙。大龙挺麻烦，去看一下，去看一下，他们在开了，有可能在开了，去看一下好不好？露手去看一下，没在开啊？那行，我们就可以开远古龙，去开大龙再开吧，就过去开大龙吧。这波的话，我们不能打先手啊，对面有很多盾的。我看装备，你压了他也快60装了，三个金身，对面之前出的 AP 机器人，他过去杀你，杀一个别人。已经真的小心臭帽子，有人在的，太可惜喵你啊，我的今天都一伤害行我还能操作，不要怕了，不要怕了，走吧。今天我直播吧，打了十多把，每一把是 MP 王者风冠，每一把都是 MVP。我做哪里菜了呀？我跟你说了，我这是自助主播，电话板鱼人，不要去带上路了，我们这把号去中路吧，这把号我们要拿人头，不然这把 MP 的号可能给温拿到了。我来了，表示也侧面过去，今天没好啊，等下技能 CP， 不着急，等下扣动了。可以推上吗？不行了，超坑了，坑了两个技能，有 bug， 坑了两个技能，坑没勾到他，别急，满血就咬你。A 甲就上，后面走近了 ，A 甲就拉出来去，没事。A P 我是 JP 夺了，再秒一个，重新勾对上，拿下。你们自己看我战绩吧，好不好？大家感觉虞姬打得不错吗？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。